普通水汽呢，它只是一个很普通一个颜色而已。针对这个问题呢，蔡哥，你有什么产品可以介绍来当底气呢？哦 ，OK， 很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HiPhone 蔡哥频道。Okay. 好，那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你是否还是用普通水汽当做底气呢？好，那么在内容还没开始之前，记得按赞和分享出去。好，你们的分享是我们的推动力。好，那么蔡哥刚刚有说到，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用水汽来当底气呢？哦 ，OK， 这问题问得很好哦。OK， 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普通水汽呢，它只是一个很普通一个颜色而已， okay. 所以它根本不是什么底气。Okay. 然后一旦在用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汽。流上墙壁的话，什么情况呢？第一，容易脱落、okay. 第二，容易掉落问题。掉落问题，对，也是褪色的问题。褪色 ，OK， 好、okay. 啊。那么，针对这个问题呢，蔡哥，你有什么产品可以介绍来当底气呢？哦 ，OK， 很好，这个 OK。所以大家看桌面上一样的，我是放在这一个产品5200，Nippon Wall Interior Sealer， 这是 Wall Sealer 啦，这是啊，我说户内那个底气 ，OK， 就是室内使用的。对对对 ，OK 啊 ，OK。那么这一个这一个跟我们之前蔡哥有介绍的5400，其实它有什么不同呢？哦 ，OK， 这个很好。So 5400是上一期我说过的5400这个气呢，它是双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给户给内给外，给是的。Okay. So 这一个呢，5400它是只针对内而已，内而已。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粘性较强，然后还有它里面的那个品质会比较细腻，比较细腻，对，比较适合我们用啊、家内蒸煮器，蒸煮器，对对。那么蔡哥，这个它有多少个容量呢 ？OK， 好，这个呢，目前市场上有两个容量，两个容量，一就是5个 liter， 还有一个20个 liter。好、okay, 对，就是记得哦，它有5个 liter， 还有20个 liter。OK， 那么蔡哥。我们要到哪里去购买呢？很容易的，很好。OK， 可以到我们各分台后，可以上门购买了。记得哦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海峰去购买。对对对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。好，预知更多详情，请点击我们的哇塞铃。好，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，好不好？拜拜。OK， 拜拜。